谢谢谢老板，让乙方小许重拾耕作，感恩。你说一会儿出去，去哪儿？我们高中。我们高中？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？你那时候老抓我迟到，一分钟都不放过。这种事情可以不用记得那么清。你这个位置风水还挺好的，你刚转走没多久，就又转来一个风雨人物，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。男生？对啊，性格跟你大相径庭，颜值跟你不相上下。你们两个第一次约会是在哪？学校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呢，人家问的是第一次约会。明天下午3点，陆岸美术馆见。啊，张瑶答应了。他答应了，他答应了。今天有约会啊？没有啊，我今天不是要去见张瑶吗？昨天跟你说过了。忘了。男生啊？没见过，但凭我对他微博的分析，肯定是女生。那我先走了。注意安全。